熬到汤白香浓，配上 Q 弹面条和独家肉片。今天梅森要介绍的是深受学生们喜爱的五八食府，这家就是原本在嘉琪女中附近的五八锅烧哦。老板用自己熬煮的大骨汤头和非常实在的配料，温暖了许多人的胃。梅森一吃就知道老板不简单哦。果然，老板自己的小孩也爱吃，所以他们都是以自家人也能吃得开心、满足、健康为出发点。所以不论是汤头、肉片、蔬菜、牛奶等等，全部都是特选的哦，也让梅森因此追着他们跑。第一次吃的朋友，我推荐你们拉面配上牛奶汤头，这个是许多老饕的组合，有肉有蛋有菜有虾，有满满的幸福。乌龙面和传统锅烧面搭配咖喱或椒麻汤头都很对味，而且他们的肉腌得超级入味，这个是好吃的关键之一，千万不要分给同学啊。再来，我很喜欢的面疙瘩搭配咖喱汤头非常的好吃， Q 弹有咬劲，刷嘴到我停不下来啊！还有这个绝对要加20元，因为你会获得一瓶600ml的古早味红茶，超级满足。他们就在台南星光三月中山店美食街，赶快把握时间去给他们支持一下吧。